宝贝，我现在是凌晨4、5点钟吧，在靠近春阳街，春阳街在那边。然后晚上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想过来看一看吧，然后拍点东西感受一下。我只是感觉一路上自己走的时候，感觉跟你的心贴得很近，无时不刻都感觉到你在这里的存在，所以我感觉真的好爱你哦。感谢主很神奇的把我们带在一起，我很爱你啊。那我就继续走啦，然后你就可以看是不是有可能我看到一些你曾经一直生长感受到的环境。赞美主，我爱你。Thank you.